第14天，那今天要往那个南科出发，我父亲在南科服务，所以今天晚上可以跟家人一起吃饭，非常开心，这、就是最期待的事情。感觉好多了。我叫许志雄，那我是那个少华、青岩他们的朋友，就之前一起去撒哈拉，那帮他们加油。我姓李，我住屏东，我在 Facebook 知道这个讯息，那我觉得很有意义，就是来尽一下自己分力陪跑一段，支持这个活动的理念。我觉得很支持他们的这首歌，只为你而唱，用我最温柔的力量唱出万转激昂。当回忆慢慢被遗忘，永远在心上，这故事会不停在播放。有些歌陪我成长，多少次红了眼眶，有些人怎么能忘，闭上眼就自然回想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但愿它也能光亮，触动你心里最深的地早上是要从台南段开始跟他们一起陪跑，那因为早上去医院做了检查，因为这个活动是响应子宫颈膜片检查，所以就带着女朋友到台南医院去做了子宫颈膜片检查，做完之后才过来这个活动，去接着他们这样子继续跑下去。红了眼眶，有些人怎么能忘，闭上眼就自然回想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但愿他这个是明天出发的大门，太好了。谁有你在，为你